新盘市场续受第五波疫情冲击。今年二月单靠一手货尾支撑市场。本月首18天暂仅681宗新盘成交。并以招标成交为主。占26宗或约 32.1%。业界人士预料。二月全月成交量或不足200宗。连跌三个月。较今年一月的697宗挫 71.3% 外。并跌穿2020年2月爆疫初录得的355宗低位，创2013年6月仅录得100宗以来逾8年半按月新低。疫情阻碍大型新盘销售活动，导致2月没有全新盘公布首张价单，下称开价。2月仅远东发展00035沙田现楼豪宅不假，金峰推12个三房单位招标，属三房一套房或三房两套房间隔，实用面积1019至1337方尺，为暂未录成交。中观本月截至18日，新盘市场暂681宗成交，总销售金额逾15亿元，暂时未有新盘录得10宗或以上交易。仅西南九龙长沙环维港会议和屯门御海湾二销情较佳，各录得约6宗成交。本月录得的一手买卖中，以招标方式售出共有26宗，占整体约三成。当中成交金额5000万元以上有6宗，并以嘉里建设00683九龙半山龙区道9号豪宅项目提山占2宗最多，单月套现接近 3.5 亿元，已相当于本月暂时一手套现金额约 23%。周五18日单日录得约6宗一手成交，其中九龙东启德的 Henley 3售出 3B 座38楼 A 室，实用面积778方尺，成交价 2543.24 万元，创该项目新高，尺价32689元。此外，信智00083旗下大埔白石角日龙湾81个两房塔订户，亦于同日重新售出，涉及 3C 座9楼 F 室，实用面积595方尺，曾经于2019年3月以927万元售出，为买家于今年1月底挞定，最新则以 1063.64 万元，约两年时间卖贵约 14.7%， 尺价17876元。受疫情影响，部分新盘甚至暂缓销售，其中恒地00012与市区重建局、市建局合作的长沙环影足提供337伙，在1月进行首两轮销售，合共售出203伙，套现逾15亿元。发展商在2月3日加推新一批单位，涉及68户，但于上周3、9日特杀停新一轮销售部署，并安排已入票的准买家退票，有部分新盘甚至暂停开放示范单位及售楼处，例如百利宝00617及富豪国际00078发展的沙田九套现楼富豪、山峰、新世界00017旗下西贡清水湾澳龙及北角柏桂山等。对上一个没有全新盘开价的月份，要追溯至2020年4月。政府在该年3月底推出限聚令，禁止4人以上公众聚集，导致4月没有全新盘登场。但在将军澳日出康城 Ocean Marini 及屯门扫管弗恒大、郡龙湾两期等渔货带动下，该月仍录得约790宗一手成交。业界人士预计，待疫情受控后，发展商重启销售部署，一手市场才会转趋活跃。但按目前情况来看，相信2月难有全新盘推售，交投会持续淡静。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，发展商暂停推盘部署，单靠余货支撑一手市场，可惜余货欠吸引力，新盘仍处于闷局。他本月10日曾经预测2月全月一手交投少于400宗，最新预测大削一半，估计最终或不足200宗。
创2013年6月录得100宗以来新低。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港澳部小明相对乐观，本月10日预计全月录少于400宗成交，最新下调至300宗。利嘉阁地产总裁廖伟强指出，政府已进行全民强制检测，届时疫情可望受控，发展商在适合的情况下势陆续推盘，3月新盘成交量有机会回升。